今次我揀深水球隊係用剔除法，歐洲隊揀唔落手，德國攻強守弱，西班牙夕陽西沉，比利時雖然係旭日初升，但係未至於如日中天，都係揀翻南美隊可以。巴西是主辦國，恐防的壓力太大，兼且陣中有世界盃經驗的球員不多，都是阿根廷會穩陣啲。前中後三線是相當平均，而且比較沉實。阿古魯達里斯掂啦，都是阿根廷啦。